我们今天两个车都糊了。这就是你们眼中的318，刚刚掉下去的。一路看到很多车摔，然后呢是顺溜哥他的车刹车片坏了，我的车也坏了。这一路上都是这种坏车。今天水杯掉了，手套掉了，然后呢这个掉了一半，因为这个抓抓是两个抓抓是抓到后面的，这个自罚单300块，哎呦心疼我了，还没有用过一次，主要是水杯在我车上没掉，后面还有防潮垫也掉了啊。这有没有质量好一点，大一点的话大也要，对，大一点的。我现在在跟摩托车店修这个后视镜啊，现在美丽已经转到318上面来了，然后再换一下，这没的后视镜很难走的。看这个坏了，那个掉了，之前这个也是换过以后又坏了，摔坏了。这个后视镜怎么样？长的，你看没有？你这才20块钱，我上次这一个二手的都花了30块钱，还有手工费。能找到一个没事，还有一个能用。这个价格我要跟你说一下，这个要贵一点，这是原厂的，质量确实要好一点。多少钱嘛？30块钱。嗯。没事，这30，我这个弄的是二手的，也是30块钱。你看我一个一个的换。这个是正宗原厂的，不是假的。只要不容易坏就行。这个20块钱一对，然后这个30块钱一个，因为只有一个，反正这个裂了也是可以用的。后面人家是黑色的，给我喷个漆，你看没有？天圆地方。天圆地方。给我车检查。之前的话，1200公里换了机油，后面就是一直换后视镜，左边坏了，右边坏了，右边坏了，左边又坏了，也不知道沉到拉萨这个车是什么样。轮胎也没事啊，我这个轮胎上次人家让我给我加的什么补胎液啊什么的，那个不用吧。这一路全是上坡下坡，海拔5000，哇，这路太不容易了。刚刚去镇上买了点橘子，我又返回来了，因为顺溜的车坏了。我是说往前再跑100公里有没有事儿？你觉得有没有事儿？我响声会越来越大。响声危险吗？危险没有，但是你要跑慢一点。行，那就跑慢一点。没有危险，兄弟们，没事。我们今天两个车都糊了，我的车糊了是因为袋子弄下来了，他的车糊了是因为刹车片松了，现在这里修不了。看看我闻到什么焦味。然后这个是掉在这下面烧糊了，他们车也是一股焦味。这个冲水是降温吗？降什么温啊？都停这么久了。顺溜的车刹车片坏了，这里没有刹车片，但是要100块钱。这边确实比较黑。今天正式走到318了，这个路虽然很烂啊，但是风景还是不错的。我跟顺溜的车今天都是有点问题，他的是刹车片坏了，我是把那个后视镜换一下后视镜。然后呢，一路的话特别特别冷，而且海拔很高，海拔5000了，路啊全部都是那种坑坑洼洼的那种。然后我这种小碳板一颠的话就特别容易摔，而且路边很多暗冰啊，一定要小心。虽然路不好，但是路上的风景很好漂亮，大家看一下路上的风景。春暖花开时，总会有不期而遇的温暖，还有生生不息的希望。春天你好，向冬天说一声再见，春风轻轻地吹过我们的脸庞，吹走冬天的烦恼还有不愉快，迎来春天新的希望。春天你好，向昨天挥挥手告别，花儿芬芳飘过了我们的世界，飘来春天的收获还有新希望，希望一年比一年更好。没想到今年4月份了还有桃花，你看没有？哇，这里桃花居然是白色的，不是绿色的，但是我的衣服是红色的。哇，今天还能看到桃花，我以为我错过桃花了，好不好看？